打个招呼过来。嗯，好了，今天是我们安安宝贝的私课的第一次，嗯，看看我们宝贝有多厉害啊。嗯，开始。你干什么？来，你往前面再来一点。嗯，起来，立起来，立起来，让他看到你的大头，大头照。嗯，好，嗨。你怎么今天见了我看看你这么拘促？来，宝贝，好，跳跳吧。你还那天掰完腿以后什么感觉？啊，当时疼是吧？没有你想象那么疼，因为我一般那个他那个松紧劲儿啊，你一般就知道了。特别紧的孩子是疼，他那个也是疼，但是这时候还是害怕，对吧？但是掰完不到一分钟就很舒服了，对不对？还不舒服？好，先卷腰，宝贝，先把身体啊，好，先趴下，宝贝，听音乐。那个啊，那个是让你快速进入的过程，明白吗？就是老师给你搬腿，给你压腰，是让你快速进入的过程。因为你的身体能承受的时候，我才会给你搬。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我给你压腰的时候你哭了，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，我给你搬椅的时候你哭了，是吗？好，跳跳板，预备。下巴哦，磨破了啊、嗯！看，好，扬起来，再扬起来一点，再扬起来一点，看这都是流的血。Yes， 好了，不做跷跷板了，本来说少做两个呢，还是磨破了。好，站起来，嗯，那个结着夹磨掉了，好，坚强的宝贝。好，背下腰。
跪下腰。这个咱们做了几年啊？站高，再站高一点。Yes, OK. 站起来。好。右膝。再站高。对，伸展所有的是吧？再伸展。对，高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Yes. 伸。继续张，手臂伸直，腿伸直，对 ，yes， 哪哪都是直的啊。高，起 ，yes， 好棒。往前弯一弯腰，轻轻的往前弯一弯腰。弯一下啊。好，弹腰，弹腰，搬腿，来，站高。伸六七，伸展宝贝八一二，头仰起来三四五六七 ，yes 七 ，OK， 强宝贝，好，我保护你，然后你的腿稍微分开一点，就是现在需要稳定啊，后退再后退一点点，好，然后啊，抓住腿起来，抓住腿起来，知道了，快速的啊，抓腿起来，抓不住也起啊，就是甩腰，对，安狗。直接转开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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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起动你的腿，对，好，起来，再来，嗯，来，高，走，同。
同时请你的腿，对，记，一样，四条，再来啊，这个腿和这个腿是一条线，记着啊，这两个脚必须是一条线。你看什么叫不是一条线？你看，如果画的话，这是两条线，对吧？这是不对的啊，一定要如果画的话，这两个是一条线。看到了，和你的脚后跟的方向是一样的，不是和脚尖啊，因为你的脚是开的，这个脚也是开的，对，正常，站高，髋关节拉直，这个地方拉开啊，好，预备，高，下 ，yes， 起，好，你今天的作业啊，留的这一周的作业就是啊，练习快速的甩腰，明白了？啊，当然在你快速甩腰之前，你一定要先做好，那个下，如果你的下巴这个地方不好的话。你就做跪下腰，把身体活动开，明白吧？别做跷跷板了，等你这个地方好了以后再做跷跷板，彻底好了再做跷跷板，好吧？好。那么就是跪下腰慢的，然后跪下腰快的，下去起来，下去。你的跪下腰下的越快，你站起来下的时候你才不害怕，对吧？这是一个，那是一个过渡动作，好，找到，好，记着啊，对，好棒，宝贝，两个脚都是开的啊，好，预备，高，起，一，好，就在这儿，停到这儿啊。那么这个动作到时间是这样的，你的手是不需要落地的，明白吧？手是不需要落地的，然后腿还要起来，这是一个舞姿 ，OK？ 好，这个舞姿现在啊，只有米娅能做，预备，高，起。但是我感觉你很快就会做，知道了？好，站高，站好，自己试一次啊，试一次，预备，高，抬腿下腰，慢的不行啊，预备，高，下，好，再来啊。再试一次，预备，高，好，停，对，慢的不行啊，你一定要记得手领着下，是手领着下，不是你的头下去的手啊，站着啊，手和同时啊，手头脚是同时的，预备，高下一，对了，所以你看，你不可能会摔倒，明白吗？就是摔倒也不往旁边摔，不会伤着你，好，再站高，来，预备，高下一，对了，啊，站着啊，预备，高进。Yes， 这是一个平衡啊，这个动作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。摆高走，一 ，Yes， 高进二，好棒，好，对，要绷紧，但是呢，这个绷紧啊，好，最后一次，预备，最后一次啊，抬高抬头，摆高一，对，好，后定啊，手力要近一点 ，U 型还是 U 型，对，可以爬过来啊，对了，好，张伸展。伸，再伸，伸展，仰头啊，宝贝，仰头啊，仰着仰着你就起来了啊，一二，对，伸，伸了，不害怕，对，再伸，再伸，再伸，对，好，落地 U 型，记着，落地是 U 型啊，伸直，预备，高，仰头，仰头，宝贝 ，yes， 好了，只要你立得住，这个动作就有了，对吧？休息一下。平衡力量和他那个支撑，你好难呀！你这个腿要像他又不着地，太难了。但是啊，这个动作啊，他一旦这么练，慢慢练练，那个动作对他来说就是必须得变成 easy， 很简单的动作，就像跪下腰一样。好了，他的体态就彻底改变了。像这样的动作，他需要他的肩打开，这所有的地方，所有地方全部打开以后，他变成一个 U 型，他才能有支撑。如果他不是 U 型 ，C 型的话。他还是支撑不起来，因为他这个力量不够集中，所以这个动作啊，就是啊，要不了两个月他就变得 easy。他这下腰太慢。他啊，下腰太慢是因为他还是比其他孩子练的，你看这阿迪娜是砰砰。对，好快，我说怎么那么快？但是你知道刚开始阿迪娜连那个什么呀，连倒立他都害怕，一下害怕了两个月不敢倒立，所以呢就是慢慢的他们就是一旦就是。你知道，就这个专业，就是一旦他把这个很难的动作变成 easy 的动作，那么他身体里面积存的那种力量啊，那就不是一下两下。来，过来，宝贝，这个活动量比在那个上面活动量大，是吗？好，漂亮，好，站起来，来站起来。单腿的现在你可以先不练习，就是先练习甩腰，跪着甩腰，站着甩腰，明白吗？直到你哪天练习了，你自己一点都不害怕了，这个动作你就不练习，明白吧？好，对了，高，宝贝，对，伸长，站高，抬头啊，好。
自己做啊，预备，勾，我保护你，一，对了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好了，现在不是你不敢做，是平衡没掌握，没掌握好，知道吧？好，再长高一点，预备，勾，下，起，对，好的啊，预备，勾，下，一，对，后，后地，后在这儿啊，好，使劲，所有地方使劲，车，再使劲，好，落，落成 U 型，知道啦？腿伸直，伸，再伸，你看。伸不直就证明你下叉的时候这个地方还不够开，知道吗？好，卷腰抬头啊，一二，抬头宝贝，直接抬，看镜子，不要动，我保护你啊，伸腿，就跟你自己手倒立的过来是一样的，明白吧？好，起来，高，再来一次，要不了几天你就会自己向后翻，对吧？很漂亮的后翻，预备，高 ，U 型，对 ，U 型啊，起来，再来一次，好，什么叫 U 型？你的手。去找你的脚，离得越近，你就行越好，对吧？站直。好，这个腿不承担重心啊，这个腿就是在这摆一个姿，摆一个姿势。对，好，预备。好，站好，来，回来，脚回来，回来，站好，对，好，这个脚是 open， 打开，再打开，再打开，对，在这个基础上，站高，抬头，预备，伸腿。好，往前面，对，这个脚不承担重心啊。它是动力脚，这个是主力脚，主力脚就是支撑脚啊。预备，高，一二，好，重心啊，撑住，伸，宝贝，再伸。对了，这会会很累啊。伸腿，预备，高，伸腿，抬头，好，伸腿啊，宝贝，伸，伸展，对，再伸，抬头 ，yes，OK。Yes, okay.两个腿都是可以练的，但是你习惯用这个腿的话，你记着啊，单腿下腰的时候用这个腿。你确定是这个是吧？好，预备，高，走 ，one， yes， 这个比那个轻松啊。伸腿，再伸，使劲伸长，对，再伸长啊。好，预备，高，起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预备，高，走 ，one， yes， 好，预备，高，走，对，这个腿是比那个腿轻松啊，再来一次，预备。高走，看对吧？你看我这个基本上我就没再扶你了，对吧？伸直，预备，高走 ，one， 对了，好，你的重心在手上，不是在腿上啊。你下去完了以后，你看这个都重心在腿上，对吧？等你下的时候，你的重心就放到两个手和腿之间了。如果你还往重心往前，那你肯定是不能下。所以你要把重心转换到你的手上，知道吗？向后，预备，高，向后，对，转换到你的手上啊。好，预备，抬头，伸推，对，应该是这个是对的啊。好，伸，再伸展，伸，宝贝，预备，高，伸 ，yes，OK，、okay, 好，活动一下手，走倒立自己练习，练习走倒立。啊，每个人都是有一个习惯性的方法。对，他有一个习惯性的腿。不是俩腿都练。啊，当翻的时候啊，他只能用一个腿。好，准备。因为当班长他只能用一个腿就这样这么交替，我是这个腿，也有这个，这个随机的这个不限定，因为他哪个翻的自如就让他翻哪个就行了。好，走 ，yes， 仰头宝贝，漂亮，漂亮宝贝 ，yes， 好棒宝贝。太棒了，宝贝 ！Yes，OK，、okay, 你的动作现在和那个杰西卡一样漂亮了。抬头挺胸，摆高，上大步 ，Yes。
走一就行了啊。Yes， 伸再伸直，对，伸。记着啊，现在你的腿的形状已经有了啊，然后你记着啊，除了直以外是开，明白了？打开，看，这样打开，开得 越大越好，明白吗？也就是说，你看这两块肌肉，看到了没有？这叫内侧肌，这两块肌肉转得越开越好，使劲往外转。那么以后你再踢腿，再踢腿伸腿的时候，记着啊，把你的脚是打开，明白了？越开越好。嗯，好，伸直，再伸直啊。好，对，你看。我是这么转的，我是这么转着把你的腿抬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当我转着把你的腿抬起来的时候，你的腿只能放在这儿，对吧？你看，如果我不转的话啊，这是你正常的开动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，伸展，八、啊，伸展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个腿不会这么疼，我就再往下压一点，不会疼，因为你的腿的。肌肉的支撑能力已经达到了啊，嗯，好，嗯，看到了，这是自然的腿的柔韧度啊，好，那么腿的形状更漂亮一点啊，就是向外打开，明白吗？打开，好，身体不要动啊，一、二，别动，这个地方不许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你看，只能到这儿了，对吧？再往前就不舒服了，对吧？对吧？髋关节歪了，就证明你使别劲了。好，打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完全对了。深呼吸。这是想笑还是想哭啊？好，伸直，再伸啊，伸，伸直，再伸。伸直啊，别动，你别动，嗯，好，再伸直，宝贝，
伸，嗯，伸直，好，在这个地方，看到了，这个地方还是直的，对，好，伸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这个是留的第二个作业啊，嗯，在家就这么伸着，嗯，伸着，每一次伸五分钟，放下来 ，OK， 使劲，再伸，再伸，使劲，对，使劲伸啊，好，不压不压，你放心啊，我给你伸直，不压宝贝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不压宝贝。一二三四收，好，勾脚，勾，勾脚，对，再勾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样是开的啊，勾脚开，对，伸直，再伸，一二，开绷直，对，开绷直指的是你的腿，不是腰，明白吗？腰是要弯，腿就要直。那么除了直以外啊，就是有一个开。看到了，这是开。什么叫绷？你看脚尖使劲伸得长长的，这叫绷。所以呢，你的腿达到的最高的标准就是开绷直。OK， 好，打开，嗯，打开啊。对，伸直，再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。好，对，伸直，再伸，对，好，别动啊，先别动。这个腿的尽可能是开的，然后这个腿打开，嗯，好，理解，嗯，深呼吸，对了，手那个手放前面，对了 ，yes， 好，那个手可以搬着腿，这个手搬着你的脚，从头上搬，对，就这么搬啊，这样的脚，嗯，好，这个脚扣着你的脚后跟，对了，就像平时搬腿一样，搬着啊，从头上，一，二，伸直啊，嗯，伸，再伸。再伸，嗯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 ，yes， 好，冲 ，yes， 好，深呼吸，加油，好，看到啊，记得腿是转开的啊，嗯，这个腿也一定要转开，对，好，嗯，身体宝贝，深呼吸，对，再伸 ，yes。这个比那个挺好，没那个挺好，是吧？但是我搬着可以啊，这样挺轻松的，就上来了。嗯，行不行？疼的也疼吗？是疼还是紧张？疼，是疼啊！一二三，嗯，好，好，关腿，关腿，对，好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翻过来，趴下，抱好啊。记住你下巴边，现在先别挨挨地板了啊！好，伸直，抬头，再伸，再伸，再伸，对，再伸，对了，漂亮，非常平整的对啊，对，脖子伸长，好，哪个腿好？这个腿好，这个腿好，好，那个手伸直，伸长，对，再伸长啊，好，预备，高，踢，对，伸直了，踢手，我弯啊，手伸直了往上，来，对，预备，高，一二。好，一二 ，yes， 这个手这样的转动比较好，来，高，看，一二 ，yes， 抱住，抓住了，好，来啊，深呼吸，好，身体不能歪，再来一次，预备，高，抱，一二，高，一，高，嗯，一，一二 ，yes， 来，高，伸长了，举高，对，高，交，一二，对，来，高，一二 ，yes， 来，高。一二，对，好，好，你看啊，再来一次，预备，乖了，身体，调整好，好，预备，手伸直啊，伸直，对，腿伸直，手伸直，对，抓住 ，easy， 抓住，抓住，一二三四五 ，yes， 好，换手，换手换腿，对，站直啊，站直 ，close， 一二三四，头不要歪。摆正，对，一二，好，嗯，挺直啊，来，头不许歪啊，一二三四，一二 ，yes， 好，嗯，这个是快腿是吧？嗯，这个是快腿，好，预备，嗯，从镜子里面看爸爸的时候要求帮助了，爸爸帮不了你，知道吗？看镜子，宝贝，嗯，预备，好，伸长，脖子伸长，嗯，好，预备，伸直啊，宝贝，对。一二三四一，抓住，哎，这个腿是好腿吧？
那怎么这个腿搬得还轻松一点？抓住，好，伸，伸，再伸，对，使劲伸，伸，再延伸 ，Yes， 好棒，再延伸 ，Yeah， 好，换腿，嗯，伸长，再伸，对，肩膀打开，所有地方啊，打开 ，Yes， 好，好，预备，腿伸直啊，腿伸直很重要，还是这个腿轻松一点，抱住，抓住，好，伸，延伸后背，再延伸。使劲，延伸 ，yes， 伸，伸展，摆，这个是往前放，摆，高，往旁边打开，对，伸，再伸，打开了 ，yes， 伸 ，yes， 好，休息一下，嗯，那个班接不住了，这几天把那个磨破了，休息一下，宝贝。哦，对，平常那个老人一个半小时的运动量挺大，一个半小时，对，他的运动量更大，因为他不偷懒，对，他不偷懒，嗯，他就十个，我比如我限制他做十个动作，他做十一个，其他小孩只做六个或者三个。不会疼了，他至少不会像那一次那么疼了。行动吧，到这儿，好，放松啊，宝贝。好，五十个数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伸展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不疼吧？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下半腿伸直，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。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，这小心脏跳的蹦蹦蹦蹦，小心脏跳的。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，看两条腿快变成一条腿了。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，看自然的就来了，对吧？不用给你搬了，不疼吗？一点都不疼。四十五、四十六。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 ，yes，OK，、okay、对吧？我就跟你说，只疼一次，第二次就不会再疼了，所以你不用紧张，明白了？好，搬这个腿。为什么要给你搬这一次？那次我必须要狠着心给你搬，搬一次，然后你下来就不疼了，对吧？不然的话，你天天疼，天天疼怎么办？抱住，好，这个 ，yes， 长高，对，你的身体就长高就行了啊。现在是我帮你搬，五十个数啊，一。二，看着啊，三、四，漂亮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脚放下，九、十、十一，这个是好腿是吧？十二、十三，你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坏。十四、十五，抱紧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，呼吸放松啊，二十七、二十八。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，不用紧张。三十六、三十七，我说今天不疼就是不疼。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，对吧？说不疼就是不疼，对吧？嗯，啊，只是说呢，我让你待一会儿时间，待着会有点累，对吧？那么单时间这快速的压是让你那个地方打开，单时间是让你固定体态，明白吗？好，过来。
对，好，提啊。放松一点，不用伸太直。记得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记得脚，只要出来，脚就是开的啊。
需要给你扶两下，你就很快就可以走了。好，这样抬头，对，重心在这儿，看到了？你看，在这儿你是立不住的，没有重心，在这儿才有重心，看到了没有？你看，你这个地方啊，把你的手是垂直的，你才能找到重心。看了，伸腿，伸，对 ，yes， 会很累啊，伸腿会很累，你伸几下以后就不累了。我说啊，一。腿和头要有一个合的力量，伸长，再伸，一，伸直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站起来，摆高，对，站起来，对，站起来，手也是在这儿啊，知道了，好，自己做，看看能不能好走啊。干净的啊，不要低头啊，直接把这头往前啊。走 ，Yes， 宝贝，好棒。使劲仰头啊，怎么仰都不为过啊。走，仰头 ，Yes， 走。只要你仰头，你就不会往前伸，知道吗？你不仰头，不带就翻过去了，宝贝。走，走，仰头，漂亮，看，越来越稳了，对吧？阳光床离得窄一点啊。走，看镜子。加油 ，Yes， 宝贝，还是低一下头再讲，不要低一下头讲，没有必要啊。走 ，Yes， 宝贝，走，走，哇，漂亮，对，走 ，Yes， 漂亮，对，又到位又漂亮啊，只差时间力度了啊。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站起来，看，对，轻松的站起来啊，是累还是害怕？累。这些小肉肉，它是负担，明白吧？嗯，你也不胖，他妈妈也不胖，他倒是个肉乎乎的，是吧？但长得个儿就高，走。你要不卷腰的话，扑腾就落下去了。预备，走，走 ，Yes， 这个很轻松到了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十个数啊！五，伸展，六，再伸，七，伸展，伸，八，九，十，别动啊，手别动啊！一，不行，再来放下。万一你要翻过去的话，就不能碰倒在地上了啊！脚轻轻的点地，对那个位置 ，OK， 知道吧？就像刚才那样啊，你卷着腰，依赖你的手控制，哎，立地，好，它又是一个位置，立住，就可以了啊。这是要的动作，碰倒在地上那是不要的动作 ，OK， 最后一次，走 ，Yes， 到这儿啊，好，走一次，走，记着啊，一下到这儿，你在家练的时候也是这样啊，来，走。走 ，Yes， 在这儿呢啊，伸展，再伸展，对，摆高，落地就这么多，知道了，要不然你就
知道了。嗯，只做有效的动作，不做无效的动作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嗯。我回家也可以帮他这样。他我今天给他抽完了，我就觉得孩子的灵性特别大。他只要找到一个重心，特别像他这个用心的孩子，他很快就找到了，你根本就不用帮他，他很快就找到了。我觉得这个搭建，我儿子要是